呢度我唔明喎，邊度？呢個表啊，你明唔明佢講咩啊？呢度我覺得之前睇過，但係俾我俾時間我 check 先。唔係呢一個。喂，嘉熙啊，你識唔識啊？呢個呢個表咧？呢個都係 Chapter 16有講噶，誒，就係呢個 graph。又係佢啊？嗯，嗱，呢啲 equation 照代咯。咁就落 P 1 P 一去 C 一 ，P 二去 C 二。嗱，喂 ，thank you。望住个海，谂紧啲咩啊？谂紧点解次次都系输俾你咯？请你食饭都仲系请到我穷啦，几时到你请翻我食啊？饭我就唔知几时请啦，嘢饮而家听住你饮先。好。攞住，嗱咩嚟噶？呢本书好嘢嚟噶，佢系讲呢个飞机师应该要识嘅 basic knowledge， 例如飞机入边嗰啲 system 啦、engine 嘅嘢啦，甚至乎系导航嘅嘢啦。嗯哼，咁所以咧，你想做飞机师一定要识噶。咁深嘅，仲有呢本，仲有，嗯，我觉得呢本更加好，佢系讲咧香港一班飞机师咧去到外国嘅所见所闻，当然会讲佢内部嘅嘢啦。咁我觉得有个 chapter 咧系超级好睇嘅。他是講香港一個飛機師叫做 Angel。 每個人小個都會作過一篇文叫《我的志願》，我那時想極都想到要做些什麼，跟老師說我不懂寫，老師就說總會有些事你是想做。之後莫吉希跟我說他想做飛機師，那時我想做飛機師可以周圍去，又可以见咁多嘢，嗰一刻我真系觉得，我都好想做飞机师。
黃線後面排排，請緊握扶手。是人控制生活，定是生活控制住人？是我们占据了这个城市，定是城市占据了我们？听说每个城市都会有生命，有时生活在这里，如果不够强大，不够坚定，城市就会将你活生生地吞噬。这个地底下的交通工具占据了城市地下的黑暗，出入在这些隧道成为了人的习惯。在车厢里面，他们站在这里，坐在这里，穿梭，大家彼此都不认识，但是又存在在同一个空间，以同一个速度移动。同一个车厢上上落落，人来人往，大家注意到的就只有自己的终点。在那个转车处急步行走，甚至跑起上来，为的是赶上那一列将要离站，不会因为你缓慢的步伐而停止开动的机器。人如果失去了灵魂，跟机械人有什么分别？这些急步走的人，你们生活在这里是为了什么？你们还记不记得在被这个城市洗劫之前，在这里生活的信念其实是什么？喂，是 Danny， 我在咖啡啦，是见到你在这里。Hello， 莫嘉希系咪？系啊系啊 ，Hello Danny， 请出唔该。好好好。系听阿 Tommy 讲咧，你本身想做飞机师咁样噶喎？系啊系啊。但本身咧有冇话点解想做飞机师咁样嘅？其实咧，我本身个人就好中意周围去嘅。咁我觉得做咗飞机师之后咧，可以环游世界啦。咁另一方面，人工都算 OK 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想同我 friend 一齐去考呢个飞机师牌。其實都好好啦，咁至少咧想知道自己想做咩咁樣咯，唔知而家好多後生仔咁樣咧，完全唔知自己想做，問問我嘅咁樣嘢。我同你講咧，之前我讀翻奶吧，奶啦，冇啊，幾時啊？冇早嘅版啊嘛，佢夜媽媽踩單車，仲差啲撞到我添。睇路啊，靚仔！喂，冇浪仔，奶媽，喂，飲杯先啊！喂，點啊？你而家仲讀緊書啊？係啊，都係做功課，講下 project 咁咯。啊，要得閒做下 part time 賺下錢咁咯。哇，大生意嚟喎嚇！咁點啊？你咧？我啊，咪乜都做下咁樣咯，只要唔餓死我 OK 啊！你知噶。我不會俾自己辛苦噶嘛，係嘛？喂，但係等先，你咁夜踩單車嘅？有人話咧嚇，要睇到一個城市最真嘅一面咧，揸車太快啦，行路又太慢喎，但係踩單車就啱啱好恰到好處啦。但係而家夜晚喎，夜晚同朝頭早好唔同噶，你睇下周圍冇曬人咁樣，幾咁 free 啊？喂，講個秘密俾你聽啊，我前排咧就係嗰邊即係攞跑，我諗緊咧。即係有冇可能咧？遲啲喺嗰度攞踩啊！我呢排咧就搞單大嘢，預埋你噶啦！大嘢咩大嘢？呢單大嘢犀利，就叫 Walking Dead。即係咁，我覺得人生咧一定要做翻單轟轟烈烈嘅大嘢先至似樣嘅，所以我決定用自己嘅雙腳行曬呢個香港九龍新界，勁唔勁先？行咁要行幾耐啊？唔知噶，行幾耐咪幾耐咯，有乜所謂啫？你知唔知點解叫 Walking Dead？
點解？行撚死啊嘛！行到腳跛喎。係，但係，喂，同人講，我哋用雙腳行勻香港九龍新界，喂，幾威啊！我就唔啦，咁無聊。我有時間，不如温下書，都就嚟 exam 咯。係。啊，係啊。嗱，攞住。哇，咁多嘅！我諗過啦，我哋都就快 grad 啦。咁我哋首先咧要考嘅係私營飛機師牌。咁 interview 嘅時候都多嘢講啲啊嘛。grad 咗就去澳洲考咗佢。你睇下。喂，但係啲學費好似好乸利喎。係咁上下噶啦，不過揾到幾間都 OK， 你可以翻屋企睇下。其实我喺度做紧啲咩？阿莫嘉熙点啊？而家我莫嘉熙佢都系同我都系今年 last year 一齐毕业咯。你哋嗰两条友仔啊，嗰阵时成日话要做咩飞机师，搞到我哋呢啲人咧，好似冇嚟大志咁样。喂，点啊？做到未啊？我呢啲嘢都系等毕咗业先算啦。人会变就越会圆啊，明嘅。喂，其实你谂一谂啊，做飞机师个担子都几大喎。份工有咁上下難度，人工先咁可觀噶嘛？都係嘅。人有時候向住目標埋頭苦幹得太耐，就會唔記得咗當初立下目標嘅感覺。想揾到正確嘅路，有時候要先俾自己當失路。坐住电车，呢度古老嘅交通工具。听讲以前电车路系沿住海边起嘅，依家海唔见咗啦。到底仲有边个记得呢一啲土地原本系海？叮叮叮叮咁一站到一站。这个缓慢的交通工具每日都很努力地接送乘客，到什么时候它会好像路轨边的海一样被遗忘？默默耕耘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如果有个飞机可以在个天上不停飞呀飞，不用降落，你又几好呢？飞机不降落那就死得？不是，如果前面有人发明了飞行器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飞上天，哇，这样就成了。那你做个云咯，云就不用降落咯。我那时想答他，其实做个云都不错啊。你咁样着唔掂喎，仔。唔掂？有咩问题啊？踩单车，就梗系着单车衫噶啦，系嘛？单车衫，但系我冇单车衫。知你冇噶啦，啊！单车裤、单车衫，换咗啦。边个噶？梗系我噶啦，咋咋林啊！哦 ，OK。喂，仲有对手套。晒。OK， 好。嗱，个死人头望住前边，望住，喂，顶啲，喂，系有啲意思喎。OK， 快啲，再快啲。寂寞的多，啊哈啊哈呀！喂，唔好嘈啦，夜晚嘈亲人啊。有乜所谓啊？夜晚都冇人，即系点做点做啦，快啲打。
喂 ，Hello Danny。嗯，有兴趣啊？啊哈。喂，听日得唔得闲？听日屋企有啲 offer， 做咩？我个 friend 话有个 career talk， 关于飞机师嗰啲嘢，我留咗名啦。留埋我个名啊？系啊，你话你得闲嘅。哦、oh, ，OK， 喺中環，好似話係咩救生會嗰啲咯，要著得荒謬啲喎。荒謬啲即係點啊？著 suit 打呔。OK。得啦，去邊啊？喂，我諗住等埋你先上去啊！夠鐘啦，入去啦。哦。喂，老肥，打翻嚟，布朗仔啊！即係自己人啦。入去先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我尋日同你講嘅老肥娛樂室啦。呢邊咧就係音樂部，有琴啦，有鼓啦，有吉他啦。呢邊咧就我哋嘅紙牌部。麻雀、三國殺，乜都有齊。呢個犀利啦！呢個咧就我哋嘅武術部。我哋今個星期嘅主題就係嘿嘿詠春。仲有仲有，呢個咧就係我嘅三表妹。佢話咧近排屋企咧就靜得滯，想温書咧有少少聲音咁樣，所以就過嚟自修下咁樣啦。我哋呢度咧就乜都有得玩，咁你自己 enjoy 下嚟。喂，嚟教教先啦。你想喺度做紧啲咩？报咗行报啦。讲啦，系咪讲啊？系啊系啊。其实我唔好知自己做紧啲乜嘢。各位朋友，我想欢迎我哋嘅报朗仔嚟玩翻个多先。我唔好知自己做紧啲咩。系时候开会讲我哋迟下嘅重点 project。OK。你究竟我系做紧啲咩？呢度我家博。我哋嘅计划就系咁嘅，用我哋嘅双脚行晒全香港九龙一个圈。我就做 office 嘅，做啲咩？为咗表示大家嘅决心，每个人咧都攞$500出嚟放入呢个樽度作为黄金，中途放去咧就冇得攞翻噶啦，得唔得？究竟为咗啲咩？平时冇乜嘢做，咁啊约埋啲朋友去玩咯，你知咧，仲有冇人噶嘛？咁计我啲嘢玩下，系咪？我都要啊！梗系啦。你而家做紧啲乜嘢？但系我就嚟大考咯。考试呢啲嘢成日都有得考噶啦。你究竟我系做紧啲咩？你，我哋一齐俾啲鼓励我哋啊，布朗。其实我喺度做紧啲咩？唔识唔到，我都准备好嘅喎。我喺度做紧啲乜嘢？大家都冇问题啊嘛，今日星期六见嘅咯吓。星期六我嚟唔到啊。公司留定咗我翻工，你究竟我系做紧啲咩？人会病噶嘛，病咗就自然翻唔到工噶啦，系嘛？究竟系为咗啲咩？个个都要翻噶，话请就请。其实我唔好知自己做紧啲乜嘢。咁点啊？之前讲咗一齐去噶喎。我喺度做紧啲乜嘢？喂，不如大家一齐俾鼓励叔叔咧。叔叔，叔叔。其实我喺度做紧啲咩？你而家做紧啲乜嘢？今次已经俾人咗镬金噶啦，我再唔翻，真系迟早冇得捞噶咋。其实我唔好知自己做紧啲乜嘢。搞错啊你！倾咗咁耐，你之前又话呢日 OK 嘅，咁公司临时叫我翻，我都冇计噶。唔通好似你哋一个二个咁咩？挂住玩，唔使做。玩？我哋讲咗咁耐，你一句话唔得就唔得啊！我唔觉得请人教啲咩问题咯。今次真系请唔到啊嘛！你可唔可以搵一次可以谂下人哋，唔好净系谂你自己啊！我冇谂你，个活动迟迟搞唔成都系因为你咋，又唔见人哋攞嚟咁。你而家答我得定唔得啊？系咪捻讲啊？总之我唔会因为玩而攞呢份工嘅。由佢咯。可以话唔去，但佢唔可以唔尊重呢个活动。究竟我有啲咩？我
哋两个有理想有目标噶嘛，讲好咗话要一齐做呢个飞机师。做咗飞机师之后，又可以环游世界，又可以搵到钱。其实我喺度做紧啲咩？我喺度做紧啲咩？呢个社会都系咁样噶啦，个个都要搵食。你究竟我喺度做紧啲咩？你哋嗰两条友仔啊，嗰阵时成日话要做咩飞机师，搞到我哋呢啲人咧，好似冇嚟晒事咁样。喂，点啊？做咗咩？究竟我要啲咩？我哋讲好咗一齐做呢个飞机师噶嘛？有咩事大家撑住大家，唔使惊。我喺度做紧啲咩？其实我唔好知自己做紧啲乜嘢。其实有时会想，为什么生存在这里会这么难？当一切都将你推向变成机械人的路，要坚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，变得难上加难。难道在这里生活，就只是可以为了生活而生活？在这个城市向上望，几乎不可能看到一大片的天空。为什么要被他绑住自己？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将自己抽离出这个城市，给自己透下气，感觉一下原来自己是还有心跳，还有呼吸。我喜欢去一座旧楼的天台，坐在那里望着那个没有高楼大厦挡住的天空，望着最远处那一点，感觉好像可以顺着风飞向那个见不到的尽头，将手伸向天空，幻想有外星人捉住你的手，带你飞向宇宙，远离这个世界。天台是唯一一个令我觉得自在的地方。事实是，站在这里，你自由只去一步，只是一步，就不用再被这个城市绑住，一步就可以自由。我送了一个透下气的地方。你做什么跟着我？其实有时想逃避一下都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我发觉无论我去到哪里或者什么身份都逃避不到。所以你更加不应该来这里。我不想做地铁里面的机械人，都不想做电车路边的海，但这个社会这么无情，那我做什么？做回自己，不要怕荡失路，因为这样才可以找回啱的路。其实你一路执着紧嘅，究竟系咩？咁你呢？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想要嘅嘢。咁你讲嘅自由，究竟系咩啊？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嘅选择。布朗轩，饮葡萄了咩？上个星期三约咗 Daniel， 你去咗边啊？算啦，而家人哋话下个星期三 OK， 你唔好再唔葡萄啊。Sorry， 我想我不去了。究竟那一步他有没有走到呢？我来这里不是因为那个女仔，
我嚟呢度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望住个天，望住个海，因为呢个系令我可以平静嘅方法。个女仔讲得啱，呢个世界咁大，点解要被呢个城市绑住呢？我同莫嘉希跑咗一场步，讲咗一番话，闹咗场交。其实佢行呢条路根本就唔需要我。我跑喺佢后面嘅时候，我发觉我应该呢一世都唔会跑得赢佢。但系我要追嘅根本就唔系莫嘉希。我唔会好似你咁，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，喺度 hea 晒啲时间佢。我自己都考过飞机师牌翻嚟噶。我到依家都好中意睇飞机升降。中意系因为佢可以带我离开呢一度。实现梦想难，有梦想更难。我唔知道自己想要啲咩，净系知道唔想俾呢个城市控制住我嘅人生。每一次妥协就少咗一啲自己。当自己少到一个地步，就会发觉你已经唔再系你自己。其实要点样喺呢度生存，系睇你自己点样拣。毕咗业，我想去睇多啲。见多啲，感受多啲。有一日，我会找到我的理想。莫吉希会做到飞机师，但是在这一日之前，我想我们都会在这里努力继续生存，直至到大家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。